太不好玩了，太不好玩！哇，下周周年庆，哇，我要出10000，我要那个酷酷的翅膀。不是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这是啥小啊？这个是啥小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怎么会有这东西？这东西是啥小？谁到底要用这个东西？这东西是啥小？干，有够恶心的，靠背哦！看我看到我会超想要把他打死的，啊，自己虾小，怎么会有云朵？自己虾小，那、啊、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有没有人玩 Dota 2的？Dota 2的会知道我讲什么？有人玩 Dota 2的，应该知道那个剃刀那只英雄。那剃刀那只英雄的大学就长这个样子，他会对最近的人开始随机雷电，他会招出一个云朵，然后在他旁边，然后会随机雷电，啊，没有特别好看的，宠物鸭，这个好可爱哦！看这个赢了哎，这个稍微让我有点不想买猫了。这个有点可爱，靠北，这有点可爱。一堆鸭子只是因为干，我刚刚也是想吐槽这件事情。给兔子一个机会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兔子。对啊，兔子的音乐就正常多了，兔子音乐就稍微正常一点了。刚刚那个鸭子是怎样？看。我以为那鸭子是终极大魔王。哈，他的影片怎么那么短？不行不行不行！我觉得这魔族有点粗糙，不行不行，我不给过。这魔族有点小粗糙，而他们其实不太像兔子，比较像……我不知道，这有点恐怖谷那种感觉，就是它其实不像兔子。老鼠，不是干这个建模，那建我觉得黑帽建模，我不知道黑帽建模随不随便啊，因为可是我肯定他妈不会想买黑猫，我买了黑猫带他刷图，我只会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在动吧，这个建模感觉就蛮用心，这个蛮感觉蛮可爱的，这个建模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刚刚不是，为什么这建模感觉那么？这建模感觉很用心啊！啊，怎么一道橘猫？橘猫是什么东西？这发生什么事？这发生什么事？那个眼睛发生什么事？那个三角形的头是发生什么事？哎，这个感觉也很好看啊！这感觉也很好看啊！哎，看它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感觉就很用心啊！看我们的啊，橘猫怎么长那个样子啊？橘猫在哪里啊？橘猫是只肉桂猫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好像是那只肉桂猫哎、欸，没有长得像吉吉，对，没真的没有长得像吉吉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只肉桂猫，这只肉桂猫是刚刚那只，我觉得建模不错，柯基哦。跨界柯基，啊，我对狗真的很没兴趣。看不到他，看不到他，靠背。看到他在这边。
看不到啊，不是啊，欸，不是，画面很乱，画面很乱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到了，欸，不是，他很可爱耶，他超可爱的耶，只狗哦，我要丢下你了，吉吉，那个等下周就要特价啦，急什么？等下周就要特价啦，吉吉啊，刚买了一只狗耶。你好可怜哦！下周就有特价啦、啊！靠北啊，吉吉，你给我啊，你给我开了什么啊，吉吉？哦，好了。没有吧，吉吉啊，我会不要你吗？我会吗？我会吗？给你戳肚肚，戳肚肚，超级戳肚肚，把你肚肚戳烂，戳烂你的肚肚，戳烂你的肚肚，哎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好不好？我可以烤弹珠啦，我可以烤弹珠，我可以烤弹珠他。谁最爱打屁股啊？谁最爱打屁股啊？谁最爱打屁股啊？哇哦！他是不是让我整个时光？因为他刚直接给我，他刚直接给我滚了一下键盘，然后给我开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应用程式。过来点啊，快点啊，我要摸滑鼠啦，过来点啊。给你抓抓，给你抓抓啊，给你抓抓，给你抓抓。给你抓抓，给你抓抓。给你抓抓，给你抓抓。完蛋了，我们不用把那个竖琴刷完了。圣徒禁锢怎么转才能有21次助营呢、啊？我又害到人了啦！哦哟，那个不是圣徒禁锢啦，那是第二根助营啦，那是第二根助营。那个我因为我两个的那个，我两个的那个打王的那个差别太大了，差别太大了。所以我一定要用一根一根来，两根来这样互相替换啊！欸、不是小房子，你死掉不要回到村庄哦！你死掉不要暗道哦！你死掉回到村庄，我就没办法救你了。我图关掉了。密钥的话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其实不太需要补那个，不太需要补那个。幻影的数量，基本上只要维持好那个奉献的时间就好了。